为了预防各种的传染病呢， BB 在出世的时候就已经要接受各种的疫苗注射，在岁半之前呢，他们已经接受了九种疾病的免疫注射了。其中啊，虽然有些病在香港是已经很少见了，但是为了防止这些疫症再次出现呢，卫生署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指引呢，是拟定出香港自己的免疫注射计划的。各位，今天医生与你和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关小朋友打预防针这个问题。我们很高兴得到两位儿科的专科医生和我们一起聊聊天。这位就是李嘉仁医生，那边的就是霍泰辉医生。霍医生，现在还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他打预防针里面的疫苗究竟是什么来的。疫苗就将细菌或者过滤性病毒或者是毒素病菌的毒素经过加工处理之后減低佢嘅毒素咧，然之後接種喺呢個小朋友身體度，刺激佢嘅抵抗能力。咁當小朋友再次遇到呢病菌嘅時候咧，就冇咁容易發病啦。由於啲疫苗咧，其實真係細菌，不過馴服咗之後，所以打入人嘅身體咧，一定好多時候會有一個反應。譬如打混合針啦，小朋友會發燒啦，呢啲係正常嘅，父母唔需要太擔心噶。係啊，而家都有好多數字顯示有咗疫苗之後啊，病發率咧就少咗好多啊。咁例如咧，白喉啦、小兒麻痹症啦，咁喺1950、60年代好多呢啲病症發生，而且死亡率好高添。咁但係自從有咗呢啲疫苗，好多人都接種呢啲預防針之後啊，咁呢啲病症已經受到控制。喺香港咧，已經好多年都冇發生白喉症啦。相信大家帶 BB 翻嚟都係打針啦，知唔知道我哋打嘅針係咩嚟㗎？是一些改良過或者被我們殺死了的細菌注入去我們身體之後呢，就會令我們的免疫系統做一些功夫了。這些功夫呢就是產生一種抗體，當這種真真正正的大的惡毒的病走入我們身體的時候呢，這個抗體呢就會出來跟它打交打低它，這樣解了。8.8公斤。當家長帶小朋友來到我們健康院的時候呢，我們就會有姑娘個別地接見他，跟他解答他們一些問題，增加他們湊 BB 上高的知識。另外一範我們就很主要的會跟不同年紀的小朋友做一些防疫注射。防疫注射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幫我們的小朋友是預防一些令小朋友有生命危險的傳染病的。去健康院嗰處就打完第二支嘅混合針咯，咁就翻到嚟咧就即係正如即係好似姑娘講咯，就3-4個鐘頭之後咧就有少少發燒，咁就同佢度過就大約喺100度，咁我哋都即係俾咗啲退燒藥俾 BB 仔食咯，咁就琴晚就比較扭計嘅，同埋佢嗰個針口咧就痛啊，咁啊所以咧就算係抱佢都喺處於喊咯嚇，啲姑娘都有教我哋。就揾啲棉花，揾啲暖水去敷咗佢咧，咁就慢慢就消腫，咁就變咗好多啦，而家即係都會預咗有啲咁嘅反應咯，咁同埋即係健康院都俾定啲退燒藥水我哋嚇。但係如果有發燒嘅現象嘅時候咧，就唔好著咁多衫啦，沖涼嚇。如果高燒就係、是、佢又唔知咩事嘅，吉咗落去就會喊噶啦。嗰一剎那都好肉痛嘅，見到佢，哎呀，跟住吉咗一嘢，喊到面啲病嚟。咁啊，呵翻佢啊，攞啲暖水敷下佢啊，食下佢，氹下佢啊，佢好快唔記得噶啦。嗱，換㗎，呢個啤啤嚇，係啦，啤啤坐先啦。啤啤，係啊，啤啤靚靚啊。點解要帶佢打針啊？其實佢出世之後，除咗你可以俾到母乳佢，幫佢增強抵抗力之外，俾多啲好嘢佢，即係有營養嘅嘢佢食啊，水佢飲啊，冇錯係都幫助佢嘅。但係佢 internal 裏邊有冇呢種抗體咧？你唔知㗎嘛。咁你打針咧，預防針咧，就係可以俾佢，俾你同個 B B 都知道佢有冇呢個抗體。咁嘅時候，所以呢啲針係我覺得就好緊要，係你俾一啲營養佢咧，係吸發唔到嘅。香港有90多%嘅兒童都有接受疫苗注射，不過咧有部分人就有唔同嘅意見嘅。B B 而家就11個月，咁由佢出世到而家都係冇打免疫針嘅，咁冇打過嘅原因就係、
因為咧就係我知道免疫針本身係乜嘢嚟嘅，咁第二咧就係我知道佢，因為我知道佢咩啦，所以我就知道佢冇效，咁我因為我知道佢冇效，所以我就唔會打。你係咪唔啱啊？你唔啱，媽咪收埋噶啦，你啱唔啱啊？個 B 仔上兩個禮拜就出過麻疹，基本上都冇乜特別睇啲醫生啊或者睇中醫啊，因為佢有少少發燒，咁我哋幫佢沖暖水涼啦，等佢體温快啲散發出嚟啦，咁啊等佢舒服啲啦，覺得，同埋俾佢多啲休息啦，咁其他嘢都嚇飲多啲水啦，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做過，咁佢過咗一兩日就好快咁冇事。同埋係好輕微嘅事，譬如可能你皮膚有少少痕啊，或者有少少發燒，咁唔係致命疾病，我亦都覺得唔需要去打預防針去預防。點解我哋要病呢？因為我哋係用病嚟到令到我哋更加健康。點解疫苗注射係咁冇智慧，係咁唔需要呢？因為我哋唔明白，我哋以為生病係唔好嘅。嗱，而家咧，我哋已經得到衛生署嘅澄清咧，就係話香港並冇法律要求人打針嘅。我以一個媽媽的心情去看，就是說即知道免疫針是有很多問題，其實它也是毒藥，所以我就不會想有擺任何有毒性的東西在我小朋友的身體上面。我以前對打這些防疫針我覺得是發燒啊、不舒服啊，是正常，是幾日這樣，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一些資料說打完針是會傷個腦啊，甚至會有死亡啊。因為 BB 就嚟出世了，佢8月出世，我哋就想知道多啲唔同嘅角度嘅資料先啦。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幾位朋友一起討論一下啲小朋友打防疫針嘅問題啊。喺右手邊咧就係阿葉先生同埋葉太太，葉太太咧就已經懷孕9個月噶啦，咁佢都仲未諗掂個 BB 出世好唔好打預防針嘅。咁另外嗰邊咧就有阿姚先生同姚太太，點解你會到而家都仲會考慮緊個 B B 生咗出嚟啦，好唔好打預防針呢個問題咧？細蚊仔咁細個，免疫系統未建立，咁快打啲無疑嘅菌落去，會唔會係咁好咧？細路仔嘅免疫力係喺度嘅，不過咧我哋係俾啲所謂無疑嘅訓練佢。人咧如果唔訓練咧，就唔知點打仗嘅。所以我哋打純服嘅病菌嚇。或者是其他啲所謂啲毒素啊嗰啲咁樣咧，係希望佢身體自己嘅免疫力喺度試一試啊！呢啲假嘅菌係咁樣，但是真嘅菌一嚟到咧，佢哋立刻可以武裝起嚟同啲病菌打仗。應該唔係揾啲敵人去訓練自己軍隊啦。首先，我覺得軍隊，我覺得應該係自己訓練自己嘅。我會比較信任令到佢身體更加強壯，俾佢一個好嘅環境啦。即係其實係等佢自己提高佢自己免疫能力。呢條細路仔係個人係咁細個，當病菌一嚟嗰陣時候，可以係好犀利嘅嚇。一嚟就嚟嗰陣時候，你等嗰陣時再訓練咧，已經好遲噶啦。譬如你打純服咗嘅八級嘅菌入身體裏邊，咁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誘發咗，即係你好似反而俾咗機會佢接觸嗰個病咧？八日咳咧就是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因為咧嗱，譬如好似英國咁咧，就以往一路都要打開八日咳。但到1970年代咧，有啲學者咧就話：啊，八日咳可以引起好多副作用，包括腦炎啊咁樣。咁就呼籲啲家長咧就唔幫啲細佬哥打八日咳。咁但係之後咧就有好多細佬哥咧就係生呢個病，亦都有好多細佬哥咧因為呢個病咧就係致死嘅。好多傳染病都係某一方面係少咗，但係好多免疫系統嘅病又多咗好多，譬如艾滋病啊、啲古靈精怪嘅病啊、啲肝病啊、癌病啊，好多時我覺得可能係疫苗都有負上啲責任咯，係干擾咗我哋嘅身體嘅運作。咁首先我哋有冇呢個根據先？咁現代嘅科學嘅證據咧就冇話表示到咧疫苗係會引起呢啲病嘅。好希望收多啲唔同各方面嘅資料先，因為之前我一路都唔知道原來小朋友出世係可以唔使打針都可以有呢個選擇。法例就冇規定一定要打邊一種預防針嘅，咁但係即係醫學界嚟講啦，我哋知道如果你打咗預防針，你對嗰種病咧，的確係嗰個病發率少好多，你個抵抗力好好多。咁如果係咁咧，就當然家長係有佢嘅選擇權嘅。
永熙是一個早產的小朋友，而他是患有個長期的肺病，所以今次他感染到麻疹，他需要接受比較長時間的觀察和治療。今次來說他的診是出了3至4天，但是本身因為他今次是感染到肺炎，所以他是需要接受這個靜脈的注射抗生素，還有因為他本身就吃不到東西，所以一直要接受這個血管性的鹽水注射。麻疹是可以有其他併發症的，例如是中耳炎和腦炎，另外有一小部分的小朋友是引致死亡的。永熙是一個8個月大的小朋友，因為母體的抗體在6個月之後就會漸漸消失的了。另外他就未接受1歲的麻疹疫苗注射，所以他患感染到麻疹的機會率是會比1歲以後的小朋友是大一點的。因為永熙本身住在托兒所的小朋友，他附近都是有一些跟他相等年紀的小朋友，所以他對於他的托兒所是構成一定的傳染的機會的。所以我們就聯同衛生署就已經在這個托兒所做了一定的預防措施的。下午我相信可能是3、4點左右我們收到這個消息，然後我們5點已經是差不多去到那個幼兒園跟他拿完那些資料跟手和那些 BB 打針的。咁我哋頭先就 screen 咗啦，咁咧就全部穿曬啦，咁咧其他啲都係打曬，咁係得呢個5個咧就未打嘅。香港嚟講咧，就會係嗰個麻疹嗰個疫苗咧，就會喺1歲嘅時候打。呢個幼兒園嚟講，同佢嗰個 B B 一齊嘅係有20幾個嗰啲 B B 仔咁樣啦。咁而其中有部分咧，因為細過1歲，所以都係未打針嘅。咁而我哋今次去到幼兒園，主要嚟講咧就係同9個月至到1歲大嘅 B B 咧，就係打防疫針。即係我哋要提早咧，其實因為佢喺呢個幼兒園嚟講咧，就比較多小朋友一齊生活。咁我哋嘅作用咧，主要嚟講咧，就係希望可以保護到一啲未打針而又有可能會傳染到呢只疾病嘅小朋友嘅啫。咁但係有一個地方需要留意，如果我哋太早打嘅時候咧，嗰啲針嘅效果咧係會差啲嘅，因為嗰個 B B 體內咧係有媽媽嘅抗體，即係譬如9個月嗰啲 B B 打完針之後咧，我哋通常都會叫佢咧喺18個月大嘅時候去再補打針，咁然之後我哋嗰個針咧，我哋先至當係第一針嘅。咁我哋通常咧，如果天氣熱啦，咁我哋都會開住冷氣噶。咁但係咧，每朝早啊，或者係即係天氣涼翻啲啊，沖涼嗰陣時候咧，咁我哋都會熄冷氣咯，咁開窗等啲空氣流通啲咯。因為小朋友好細個啦，咁佢哋又住埋一齊，咁所以咧，我又驚佢如果有什麼傳染病都好容易惹開咯。由個麻疹檢疫期開始咧，我哋所有小朋友咧，幾乎每一日都檢查身體㗎啦，無論發燒啦、出疹啦，咁我哋會另外分開隔離㗎啦。B B 今日情況咧好咗好多啦，已經咁咧，佢嗰啲疹只不過出咗3、4日咧就已經退曬啦。咁咧而家係最主要等佢個肺部完全康復咧，就可以翻屋企㗎啦。麻疹同埋其他好多傳染病都係都經空氣嚟到傳染嘅，而 B B 嗰啲抵抗力比較弱，咁所以盡可能咧就避免帶嗰啲 B B 去人多嘅場合。B B 而家3.5個月大左右啦，咁大多數時間咧都喺深圳嘅，翻落香港咧就打針啊、睇醫生啊，咁我帶翻落香港嘅。咁通常都係朝頭早啊最多人啦，咁走嗰陣時咧又係夜晚黑最多人時間咧就過關嘅，排隊啦，人多啦，人夾人咁啦，因為配合 B 啊，尤其是配合 B 啦，你黐住我，黐住你啦，啲空氣都。你過我過你啦，大家污濁啲空氣都好大機會喺嗰度惹到啦。咁啊惹咗之後翻咗屋企啦，就開始有啲咳啦，開始就咳啦。修琪今次患嘅咧就係百日咳，咁咧佢嘅病徵咧就係佢咳嗽咗2個幾星期，加埋有啲流鼻水嘅跡象。咁咧佢咳嗽嚴重到程度，直情係去到係個人抽筋同埋缺氧咁嘅情況嘅。佢咳法咧就好緊要嘅。兩個拳頭仔揸實曬咧，咁啊挫，咁大約有分半鐘啦，咳咗分半鐘有啦，之後咧就佢面就轉色，就嘴唇轉咗紫色，就睇落去咧就覺得佢缺咗氧，2-3秒之後咧佢就喊，就開始喊啦，咁啊睇到佢咧就吸翻氣，但係喘嘅，係喘嘅，好急促，
好急速嘅喘發，咁啊再跟住就繼續咳啦，咁啊咳到就兩分鐘有啦，佢又自己就停翻，咁會係好密咯，佢話係咳得好密，間唔中有啲比較長啲咳。有冇話之前嗰啲咁嘅情況？冇啦，已經。八日咳以前咧係一個幾普遍嘅情況，咁但係因為政府有咗呢個防疫針嘅注射之後咧，咁我哋而家見到嘅八日咳嘅小朋友咧係會越嚟越少噶啦。咁喺過往十年，我哋只不過係見到50多個 case 嘅啫。係咪有咗免疫能力唔使話打嗰啲針嘅咧？嗱，因為你染過一次嘅八日咳咧，唔代表話 B B 咧係會有終身嘅免疫能力㗎。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建議你係去完成埋佢嗰啲防疫針嘅療程，即係咧你去要健康院打埋其他嗰兩針嘅防疫針啦。八日咳係可以有啲好嚴重嘅併發症㗎，譬如係嚴重嘅肺炎啦，咳得太犀利咧會引致腦部缺氧啊，同埋會腦出血。過往咧亦都見過一啲非常嚴重嘅情況，係引致到死亡的。其實除了衛生署的疫苗注射計劃的針藥之外，還有其他的疾病是可以用疫苗來預防的。沒錯，外國有這個水痘 HIB， 即是所謂乙型流感桿菌，但這個流感桿菌在外國情況就嚴重，但是香港情況就不一樣。所以衛生署就會用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用經濟效益、發病率等等去作出一個決定，但是市民自己呢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經濟等等呢，而決定打不打這些針的了。這個不行，這個不行。不用了，我這個不能吹水。小朋友就告訴我，他的肚子有一兩點的水泡，但是小朋友就沒有說什麼不舒服的。第二天開始發現了水泡就多了，在身體那裡和面已經越來越多，咁我哋覺得呢啲應該係水痘啦。佢話俾我聽咧，就膊頭嗰度咧就痛。咁我檢查過咧，發現佢膊頭真係腫咗咯。嗰度咧佢係整損過嚟嘅，其實。咁所以咧又發燒又多咗啦。情況咧就冇好轉過。燒又冇辦法可以退到。咁腫嗰啲一樣係維持落去啦。咁一路一路開始擴散咧啲腫嗰度。個醫生跟我講，佢話我懷疑你個女咧猩紅熱，咁佢話水痘咩入咗啲細菌入去，咁我問佢會唔會好嚴重？佢話如果你發覺早咧都唔會好嚴重嘅，佢咁同我講。嗱呢度係咪好痛啊？係咪啊？嗱，醫生唔撳你啦，因為你咁痛。如果係幼童感染水痘呢個病咧，就係絕大部分都係輕微嘅，就好少有併發症。一般併發症都是皮膚或者皮下感染的繼發性的細菌感染，加進就是感染了呢個水痘之後咧，就係透過啲皮膚啲傷口咧就感染了啲細菌，侵入到皮下就形成一個膿泡，咁甚至佢需要係接受手術去放膿。而泳恩感染嗰個水痘之後咧，大概3-4日到咧就全身通紅、發高燒，啲皮膚好似雞皮咁啊，鞋手嘅，咁就呢一個咧就係所謂猩紅熱嘅併發症。但要注意就係咧，如果係小朋友年紀大啲，或青少年甚至係成人咧，如果感染到水痘咧，佢嘅併發率係高，甚至死亡率亦都係高嘅。我會建議，如果係小朋友係到10歲都仲未有出過水痘嘅話咧，就係有個需要打呢個預防針。咁青少年、成人甚至準備懷孕婦女，如果佢以往係冇出過水痘而又冇免疫能力嘅話咧，係需要受到呢個預防針嘅保護係會好啲嘅。呢只 B 型流感桿菌咧就屬於病菌嗰類，係可以用抗生素咧可以清到嘅。即係 HIB 嘅感染咧，最主要咧影響嗰啲5歲以下嘅細蚊仔，其中咧2/3咧係發生喺嗰啲15個月以下嗰啲添。咁最高峰期咧係約莫喺6-7個月嗰啲 BB 嗰度感染咗嘅話咧，佢有嘅病徵咧就視乎佢影響邊個器官最重要，就有嗰度咁嘅病徵出現。譬如若果佢係影響個呼吸系統嘅話咧，就好似普通感冒啊、肺炎咁嘅病徵一樣；影響到個腦膜嘅話咧，就同一般腦膜炎嘅病徵亦都相同嘅。另外呢個朋友就問咧，除咗打針之外咧，仲有咩方法可以防範到 HIV 呢一樣嘢咧？冇嘢係100%可以預防嘅，就疫苗咧嗰個預防性咧就係最高同埋最見效。衛生署嗰度選擇打嘅針咧，通常普遍性比較上高啲嗰啲針，佢先包含喺裡面。
咁個 HIB 呢個菌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唔係咁普遍，約莫係兩三個 percent 到一年咁樣樣喺嗰啲細個五歲以下嗰啲細蚊仔嗰度。但由於佢所製造出嚟嗰個嚴重性咧就相當大，所以有啲人咧會選擇咧寧願預防呢個好低嘅機會，佢都想預防埋咧，佢哋會選擇去打埋呢只針咁。衛生署暫時咧就冇計劃咧引入呢個水痘針或者係個乙型流感乾菌針咧入去我哋嘅防疫注射計劃裏邊。咁主要嚟講咧，因為水痘係一個比較係輕微嘅疾病，咁就市面上咧係有隻水痘針，佢都係有一個成效。咁但係咧，我哋會擔心咧，就係呢個水痘針咧，嗰個保護力咧未必係長遠。咁同埋咧，疫苗咧，呢個病毒咧，係會留喺個人體裏邊嘅。咁嗰個長期嘅安全問題咧，都係值得考慮嘅。咁至於呢個乙型流感乾菌針咧，就因為呢個細菌咧喺香港咧嗰個流傳度就唔係高嘅，咁就嗰個病例都唔多。咁所以咧就暫時係冇計劃去引進呢一個HIB 針嘅。